毫不夸张的说，没来临飞之前，我真不知道什么是好吃的牛肉丸面。这面里边是有加那种小麻花的。一人吃，旁边两位大姨在这观看，现场看直播。一口面一口涮，就你们晓不晓得临汾这边的牛肉丸子面贼出名？我还记得我去年刷到的时候啊，就已经馋得不行了。这家店我已经收藏了一两年了，今天终于有机会到临汾了，带你们一起去尝一尝吧。到了到了，朋友们，三毛牛肉丸子面在一个小巷子里。你好呀，姐。吃啥碗？小碗吧，要俩，一个干一个汤。把这个油辣子看着就香。这个面本来是熟的嘛，哦，然后烫一烫。阿姨，咱们这家开多少年了？20年了吧。哎呀，真漂亮！你们这边都那么能吃辣？稠辣椒。稠辣椒，先拌一拌一份干的。牛肉丸子面，这份是汤汁的牛肉丸子面。哇，给你们看一下这里边的红油辣子，拿着麻花往里泡一下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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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给你们看一下，做一个这个小凳子，因为要不然我真拍不到这个面。你们看一下啊，这是临汾的牛肉丸子面，这面里边是有加那种小麻花的，看着就好吃这种面。一人吃，旁边两个大姨在这观看。现场看直播。怎么还是哇，那这面真不错，好吃吧？对，辣椒酱好吃。一口面一口涮，嗯，好吃。这牛肉丸子里面的丸子，这是面丸子吗？这丸子就贼筋道。这是我又特意加的牛肉，嗯，好吃。这辣椒看着很火人，实际上没有特别辣，每一根都裹在这面上了，很粘稠，但是口感就很独特。你们看我发现了什么？就这个醋啊，真的就是不黑的说，基本我去吃的面馆里，每一个都是要兑的水的，那个颜色特别的淡。但是我看山西这边的醋就是就不会去兑水。最后一口。哇，汤面的牛肉丸面，哇、哦！先来口麻花，继续这儿的麻花，麻花。就一直听说山西人这边能吃醋，然后他们这边醋也很酸，咱们先来一来，来一点，作为亚洲醋王。你可以不相信任何省份的醋，但你不能不相信山西的醋。嗯，哇，啊，来到这之后没被辣到，我被这醋给酸到了。把这麻花都给泡进来吧。嗯。姐吃了个面，裤子报废了。没事，我们拿洗洁精洗的。能洗掉是吧？白了是呗。啊、哦，好，那还行。哎呀，满足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最近饭量好像增大了，但我感觉好像没太吃饱2个小时。如果说你们也喜欢这条视频的话，欢迎大家给我留一条评论，咱们下期再见吧。